大家好，今天的即兴中国话，我们用每天这个词说一段对话。每天，얼마다오늘매일하는뜻입니다。那我们看这个一段对话。你每天什么时候学汉语？我每天早上从7点半到8点半学汉语。再听一遍，你每天什么时候学汉语？我每天早上从7点半到8点半学汉语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边理解边读。이해하면서읽어봅시다。你每天，你삼성이죠？매일삼성입니다。그리하여네가이성으로변합니다。变二성。你每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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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时候？什么精神？轻声后轻声。이단어들은고정된경성입니다。그렇기때문에성조를쓰지않습니다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작고도약하게。什么？时候？时候？时候，学汉语，学汉语，学汉语。我也是三声，所以每也是三声，所以念二声。我每天，我每天，我每天，你每天。从这里开始你的，我每天早上，早上的上，경성입니다。早上，是昂上，경성으로있습니다。早上。早上，早是평소름，上권소름，早上，早上，아침。从7点半，7시 반부터8시 반，1시간。从到에서부터까지시간사이를말합니다。从到는시간혹은거리구간사이를말합니다。시작과끝점이사이를말합니다。여기에서는시간7시반부터8시반1시간동안공부를많이하네요。学汉语，学汉语。好，最后我们把这一句子在这段对话再读一遍。你每天什么时候学汉语？我每天早上从7点半到8点半学汉语。好，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